有潮州人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来点掌声表示一下。哦，还有，哦，有反应哈。现场呢，也有一些是潮州朋友。那告诉大家一件事，我不是潮州人，但是我今天呢，特别准备了一首潮州歌曲来送给现场的每位潮州朋友，是一首非常有意思、有意义的歌曲，相信现场的朋友们都会非常的熟悉，来送给大家。灾难正秀，傲能量，谢谢。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了你们流尽汗和泪，你们一定要多多孝顺你们的爸爸妈妈哦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